姑姑，哎，我问您事儿，你千万不能瞒着我。你说，我告诉您，你要瞒着我，我就死去，我好多种方法弄死我自己呢。干嘛呀？什么事儿啊？好好说。您是不是早知道我妈要生二胎了？是啊。那您怎么不拦着呀？我拦她干什么呀？拦着她不让她生二胎呀？人家要生孩子，我干嘛拦着呀？再说他们还想给你一个惊喜呢。哟，那您就告诉他们，他们要打算给我一惊喜，那我必须给他们一惊吓。你别吓唬人啊，好好说话。哎呦，姑姑，咱们就不能民主一点，投个票吗？人家两口子生孩子，人让别人民主投票干什么呀？再说了，人呢没造呢还。那还要等人造出来了，到时候投票，万一反对票多了，再把那孩子塞回肚子里啊。你妈就是那么一说，其实什么行动都没有。姑，我就跟您说，这就跟那草船借箭一样，等到那样船也发动了，草人也扎好了，箭也备好了，就差东风了。那东风一吹呀，熊熊大火灭都灭不掉。这草船借箭呀，好，您这都火烧赤壁了。不是一回事儿啊。不是那个，都是三国，这个三国哎，里头。停，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到时候您一定要投反对票，不能让这二胎出生。不是，那为什么呀？你多个弟弟妹妹，你不喜欢吗？哎呦，我才不要弟弟妹妹！我就不明白了，都说现在这独生子女啊，特别可怜，从小就孤单，又没人说话，整天抱着个布娃娃说话。你说现在好不容易有个伴儿了，怎么还不愿意了呢？您不懂，根本不是那样。他的出生就是要夺走爸爸妈妈对我的爱。那怎么可能呢？他该爱你还爱你，跟你的爱不相干呢。穿千岁当一根龙。哎，光辉，干嘛呢？你这是？哎，你说咱公司啊，真是日上层楼啊！你看看你置办这身行头，多标准，那一下子高了不少。我感觉做的好是一方面，你关键你得显得专业，才让客户放心，得有行头，对不对？我这个网管就没有工服。哎，白姐今儿去哪儿了？白姐啊。好像是去医院了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今天早上起来给这个大小姐倒水，听见她接请假电话了。公司一共就那么几个人，天天谄媚领导，给她倒什么水？她也不是没手没脚。另外，你还偷听人打电话，怎么叫谄媚啊？领导那么辛苦，我给她倒一杯水，怎么了？那应该的呀。哎，你说她白姐去医院，看她天天活蹦乱跳的，她有什么毛病啊？哎，我说。这大上班时间，你没事别老跟我搭讪，好好工作去。我跟你说，领导在你表现就算了，那领导现在楼上，跟那淼淼他俩谈事儿呢，一时半会儿下不来。你能不能活出点真我？你跟我聊两句。你说现在天天广播里就放这东西啊？你看，那说了吧，二胎政策放开了，知不知道？我觉得我反正不要二胎，而且我就不明白，你说您这连一胎都没有的，您跟我聊这二胎呀？你管我有育儿经吗？我跟你讲，二胎就是针对你这种有一胎的人才叫二胎。我一胎没有怎么了？我一身轻松啊，而且我不在乎那个呀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没孩子，我老了之后，天下的孩子都是我的。叫心系黎民，心系天下苍生百姓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要秉承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，对不对？牢记大舅同志的殷勤嘱托，对不对？你等会儿，我听你说啊，现在这个调调怎么那么似曾相识啊？废话呀，不都是你的语录吗？你甭跟我扯。现在的这个，那天我看一新闻，人家说那国家一弄一什么新政策，马上各地就有很多的这个新闻跟上。河北有一学校。他们居然推出了一个叫什么，在规定时间内生二胎，你听那话，规定时间什么意思？你就打比方啊，比如说你、我、大舅姐，咱仨生二胎，咱不可能，你看我这没那功能。打比方，同一时间生的话，这学校没人上课了，肯定不成，所以怎么办？好，规定张大秀春天生，许大策。暑假时候生，这么说的话，这不是瞎掰吗？这个说的是呢，那生孩子你以为是干嘛呢？就是说你规定的时间我就得生啊，你不让我生，我到时候我就得憋着不生。对啊，你当是微波炉热东西呢，到那点叮，然后孩子就出来了。我不管，反正有我没他，有他没我。
你不用拿逻辑来思考，这就是王八的屁股规定。哎呀，不理解呀。怎么了，苗？气着呢。跟谁呀、啊？这是？苗苗，你不会又跟你姑杠上了吧？哎呀，都别理我。哎，我这暴脾气，好歹我们俩都是你长辈吧？你悠着点啊！你是他长辈，我们同龄人，我们这俩还……不，你我们俩还有没下线？你跟……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看他在楼上运着气呢啊，多好的机会呀、啊！水都喝没了，早上就倒那么点水，赶紧倒点水去啊！还用你说？我正要去呢，你快点吧，这好机会都让给你了，这叫有眼力劲儿！快点，渴着呢，大秀姐。哎，苗。大三哥最近给你买了不少零食啊，你想不想吃？你姑都看不到，你要吃我给你拿去。哎，大三哥，说呀，我在你身边，我一直都在啊。我问你啊，啊，弄死一个人有几种方法？弄死一个人还不简？哎，哎，我跟你讲，首先啊，你是问对人了。虽然你问这个问题呢有点恐怖，但是最近我一直在关注这个美国的恐怖片，特别是那《死神来了》。嗯，那一个人死的方法有很多呀，坐飞机掉下来死了。啊，过山车掉下来死了啊！看足球，足球砸死了；洗澡摔倒滑死了；放风筝被线给绞死了。哎呀，跑题了。死法有很，我问的是怎么弄死一个人。你这问题问的不太像你这个年纪和性别，小小年纪怎么这么恐怖呢？你看的片子也太……我跟你讲，虽然你问的这个弄死一个人是违法的，但是呢，在恐怖片里边那方法也很多，比如说柯南，700集里边600集都在杀人。什么凶杀呀、密室啊、什么无死、啊、毒药啊，多了吧？走，我怎么越听越不靠谱？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吧。不是你一个小姑娘家家的，平时看韩剧，怎么关注起这恐怖片来了？你能有什么办法呀、啊？你真想知道的话，我告诉你一个诀的、以后你跟别人聊天的话，你把这个吹出去，别人都说，哟，这孩子看片看得多。真的？你拿笔记吧。好嘞。肯定别人没听过。你不能蒙我。一般啊，弄死一个人啊，都用什么带刀的、带刃的、带刺儿的。你想，你说我这个凶器你都没听过？什么呀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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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钢琴 ，piano。钢琴能杀人？哎，大策，你跟人小姑娘说什么呢？你吓死我了，石光辉，你干嘛？你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还什么天赋？瞎灌输。你都看动画片看的吧？习惯了，你是不是？我正好，如果能听不见吗？这又是毁灭，又是杀人的，我都不敢下了。你懂个六啊？这叫恐怖美学。什么恐怖？哎，淼淼，别听他胡来了、啊。你一出什么都瞎说，你跟小姑娘。哎呀，我跟你讲啊，帮淼淼呢，帮淼淼了解大千世界影视作品。淼淼最近烦，为什么总看恐怖片啊？淼淼，你说吧，你说你这天天这么着急，一个看韩剧的小姑娘变成一看恐怖片的一个。女汉子，你是跟谁这是啊？谁出生我弄死谁。我们俩都不、哎、不是，我说生出谁我弄死谁。苗，你不会吧？割着小心脏，你不会有了吧？什么跟什么呀？我妈要生二胎，嗨，等她生出来，我就用你说的方法。你要干什么呀？你啊，用我说的方法。到时候你得跟我一起，你这弄死人经验比我丰富。你饶了我吧，你先弄死我吧。我那都是看，那纸上谈兵、啊。我平时我连苍蝇我都不敢杀。你没事，咱们一起有经验，共同成长嘛。不是你拉倒吧，你这什么人呢？这是啊，怎么这么吓人、啊？哟，正忙着呢。哟，白姐，不是燕怡同志。嘿，今儿怎么这么新鲜的打扮呢？您穿的衣服是您的吗？是不是淼淼借的？哎，这发型是不是假的？去，看多好看！我早生几年，我绝对追您。真会说话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这可是我十几年前生我们家老大时候穿的，看十几年了，还让我保持着跟新的似的。这挺好看的，当然知道了。
白姐今年不是去医院了吗？估计啊，去的是精神医院。你看这不太正常。说话呢，去！我告诉你们啊，我宣布一个重大消息，从今天开始啊，我要保持良好的心情，保持舒适的生活环境。所以你要嫁人，我要生二胎啊，我要备孕了。妈呀！哎，生二，您怎么要生二胎啊？什么叫也要生二胎呀？您这干嘛呢？您这是吃饭呀？您这刚几点呢？不懂了吧？上午10点半您就吃饭，公司规定还要不要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备孕是什么？少食多餐，那就是得营养餐，不能再跟你们火着吃了。你还别说这吃饭的事儿，哎，我再说一下啊，以后手机就你那手机都离我远点，电脑离我远点，辐射射着怎么办呢？烟，今儿就忌了吧。你老婆生孩子的时候你都没忌，现在哎，必须给我忌。我老婆给我生孩子我都没忌，您生孩子我忌。那当然了，哎呦，尤其是你啊，许大策，我告诉你，平时就是你喜欢跟我那儿抬杠，你要是把我心情弄坏了，我要是怀不上，我要是生不下来，你这下半辈子别想好过。淼淼，咱商量商量呗，你以后走路像个姑娘似的，别老蹦蹦跳跳的，看得我的心啊扑噔扑噔的。你别老说人淼淼。白姐，你怎么也要生二胎呀？生。什么叫也要生？我早就想生啊！那以前国家政策不允许，现在国家政策允许了，我这叫什么？用实际行动爱国。这都按国情。人家国家只是放开政策，又没非要你们一定支持。您太自私了，太自私了。这跟自私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是，您这样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您的孩子呀？啊，你有没有问过他？你想过他的感受吗？问过吗？问过呀，考虑过呀。根本没有，你问他愿意让你生吗？你怎么说话呢？他愿意，什么事儿都他愿意，我生还是他生啊？哎呀，太自私了，你太自私了！我告诉你啊，这孩子什么叫自私啊？今儿我去医院里边，那走廊里挤都挤不动，全是准备生孩子。哎，你这么说都是自私的。那什么白姐，你也消消气儿，你消消气儿，你这气大伤身呢，这备孕了，对不对？就是。看来这次白姐啊，真是要玩真格的了，这生也得生，不生也得生。当然。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对，假一罚十，必须得生。白姐啊，您这岁数有点勉强，连我妈都有点勉强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淼淼，医生说了，就我这个身体状态，别说生一个，等这个生完再生一个，那都没问题。真的，您这大龄产妇、高龄产妇是有危险的。危险！大错，这话我很支持。您这年龄生确实有风险。况且现在养孩子多少钱呢？多少钱呢？你说这个奶粉，进口奶粉、一大罐那就是好几大百块呀、啊。对啊。尿不湿，哎，我就奇了怪了。尿不湿不光贵不说，里边贴什么荧光粉？你说这孩子带完了之后，那不都闪着光吗？对呀，什么东西都不安全。所以说，白姐啊，你看啊，为了这孩子的安全，你什么都要用进口的，这得花多少钱呀？就是啊，您的钱你不如借给我还房贷，对不对？我下辈子我养你，我乐意，我愿意。哎，我只要生出一个漂漂亮亮的、健健康康的孩子，我花多少钱我乐意。不是，我就不明白，怎么你们都这个生二胎有这么大的热情？发自内心的热情，这为什么不明白？老师，你这话里有话吗？什么叫都啊？这屋里边就他想生，感情你老婆也要生？你还真猜对了啊！真的，二胎政策出台当天晚上，我老婆过来倍儿高兴，跟我说她想生二胎试试，这不是跟我添乱吗？我这一胎都养不活呢，我这怎么叫添乱？你别不负责任啊！生生，把他微信给我俩交流交流经验。算了，那我你们这些大人太自私，太自私。这样有没有为您的一胎考虑过呀？考虑什么呀？这有什么可考虑的呀？他过他的，我生我的，谁也不干着谁呀？考虑啥呀？奇怪，莫名其妙。有句话，你别一棒子都打死，对不对？我还是双手赞成不许生二胎的。是吗？哟，那您跟我统一战线，以后咱们就是同行。那必须的呀。还有我呀，淼淼，别说二胎啊，一胎我都没有，我零胎。不是白姐，要我说您这二胎也甭生了，别生二胎了。您生二胎，您一胎怎么办呀？什么怎么办呀？我又不是皇上，他该怎么过怎么过，这有什么怎么办去？按你那说，还得演出甄嬛呗。走，不跟你们说了。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太累了，生吧，生吧，谁爱生谁生。我要谋划，我就大忌了。你那大忌，我跟你讲也不靠谱。你是
毕竟是你父母的事儿，你不能这么凶残，干嘛呀？我还是建议您别生二胎了，那您这工作怎么办呀？有什么这么办的呀？您到时候一怀孕，是不是老得请假呀？对吧？这问题可就大了。这有什么问题啊？公司离不开你。哎呀，太过奖了！这不是同志们都在这儿呢，那干活都挺利索的。利索什么呀？我是说，您一回家，这活不都归我干了？嘿，你小子，你在这儿等着我呢。本来就是啊，我不是老史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活都给你一个人干了？公司都不都是人吗？我们都不是人啊！我是独立。别，可别把我当喘气儿了，我可不想干活。方辉哥，你说的对。我跟你说，老师，你不真甭着急。大秀又不生，还有他呢，一个顶仨。对呀、啊，大秀一个顶仨，老史一个顶俩，我一个顶俩，鸟鸟一个顶俩。这个里外里，白姐去生了，我们公司多好几个人呢，对不对？您放心，白姐，您就放心大胆的去吧，您就生吧，能生几个生几个，你一窝生八个才好呢，对不对？什么意思？我让白姐回来了是吗？哎，不是开玩笑吗？一个也是生，八个也是生的。反正白姐您在我心里特别踏实。对吧？这都是谁呀？你跟谁聊天呢？哟，怎么这么热闹？都几点了，你们也不吃饭去？白小姐，您怎么今天又加班啊？这加班啊，您得适可而止。您没什么事儿，不用事必躬亲。您一句话，我们肯定冲您什么呀？你别门的，就你一个啊！没事，天天在这跪舔。大小姐，到什么时候了？甭听他的，火烧眉毛了。怎么了？百念姨要生二胎，多可怕呀！公司就这么一个干活了，她生二胎谁干活啊？许大策，哎，许大策，我告诉你啊，大秀姐早就知道了。您知道？知道啊，那她上医院检查去，她不得跟我请假呀？不是，您知道，你干嘛不拦着点啊？我拦着她干嘛呀？我得支持她呀。拦着我干嘛呀？我跟你说，她要生二胎的话，得休产假吧？你还得开钱，钱就从我们公司里刨。不是那个。不是您作为大姐对吧，您员工生二胎了，你还不得给点经验呢？我给他什么经验呀？我自己又没小孩，我零经验。我把这茬给忘了。可笑、哎、那个我看你这心情不错，你是检查的挺好啊。哎呦，我跟您说，人医生说了，就我现在的身体状态特别适合生二胎。你就好好备孕吧，害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。哎，别您帮得上，您把这些小孩都赶紧给我领走，闹腾。哎呦，真堵得慌，我让我踏实吃口饭，我备孕，我得好好休息。不是百念姨，我问你一句话，这公司是你家一个人的吗？你愿意备孕的话，你辞职回家备孕去。凭什么赶我们走啊？你不能这么说，赶紧吃饭去。那个，好好工作。你啊，好好吃饭，吃完饭呢，上楼到我办公室躺会儿去啊。我把他们都领走，我不给你添堵啊。哎，谢谢大爷。我先说啊，不是他领的啊，我们自己本人二厨吃饭的啊，都等。走，再见。上午啊，我有点事儿给耽搁了，现在咱们一块儿开个会啊。来，开会了，就打点精神，记一点，什么态度这都？哎，淼淼呢？报告，淼淼啊，那个我让他去帮我买块硬盘，因为我要写公众号，里边有一些资料要存，他帮我买硬盘去了。那也不能不上班啊！我跟你说，他这就是没有时间观念。什么时间观念呢？你看。回来了吧，说淼淼到，回得早不如回得巧，别老说我们家淼淼，等着啊，哥给你开门。你好，这儿是大秀家政公司吧？对，您赶紧进来，来，欢迎。我有一好紧事儿，来，您请。哎，哦，您看，真不巧，您看我们领导正好跟我们开会呢。哎，你会不会说话？咱们开会为什么？为人民服务，人民来了，咱不得为人家服务，就是啊、是不是？还是这位同志善解人意，您先坐好，谢谢。那行，那行，大家到底都怎么说了？那我给大家端点水果。行了啊，大策，赶紧，许大策，回来。这孩子，你这望眼欲穿的，你到底是等？硬盘还是等淼淼啊？我当然是等硬盘了，我等着写数据呢，等着发公众号呢，要不然扣钱了就。这孩子，你说怎么就？哎，您有什么事儿？您跟我们说说。
我叫陈翠莲。嗯，今天到这儿来呢，主要是想征婚。哦，哎呀，好事儿啊！这种事儿我们这儿包办，我们，成就了好多姻缘。对，我们第二职业。哦，哎，那您征婚对对方有什么要求啊？嗯，有啊，我希望男方吧身体要健康，要壮实点的。哦，叫你一声阿姨，我都替你脸红。你看他都笑了。您说您这年纪快60了，您说您找一个说老头儿这个有房的、有车的，这我都能理解，对不对？你说你找一壮实的，这么大岁数，你找一壮实的，哎呀！徐大策，哎，你思想境界能不能高点啊？三俗。那你说找壮实的干嘛？你说能干嘛？当壮丁啊？可能我没说清楚，我。主要就是说，结了婚以后啊，想要个孩子。你看看，哎，没孩子呢哈？啊，不不，我已经有一个儿子了。哦，想生二胎？啊，对对对。哎呦，想生二胎？哎，这事儿好，我也想生二胎呢。我这不今儿上午刚从医院回来，人医生说我现在特别适合生二胎。哎，哦，是吗？对呀。哎呀，那太好了。哎呀。你看着比我年轻，嗯，我这把年纪吧，我心里边还没谱，挺紧张的。嗨，您紧张什么呀？您离那事儿还远着呢，就是，您这婚还没征呢。我吧就想先征婚，后边的事儿啊慢慢来。甭着急，征婚这事儿包我身上了。我跟您说啊，我今儿医院开了好多什么叶酸呀、维生素，我给您拿着，咱们先备着，有备无患不是？对，先备着。卖不出去了。哎，行。等着，哦，好，谢谢您。来，领导，领导，谢谢。哎，阿姨，我跟您说哈，不是别的，咱闹归闹啊，您说您怎么这么大年纪啊？我听人说这高龄产妇啊，还是有危险的。的确是挺危险的，嗯。您知道您干嘛还非得瞎折腾，干嘛非得闯这关呢？是因为啊，我老伴去世了。我想给儿子添个弟弟妹妹什么的。哎，我是真不建议您生二胎。您说现在生一孩子得花多少钱啊？就是别的不说啊，就说这个必需品，奶粉、尿不湿、水果，这一样样都得进口。我这养我儿子的时候啊，那当年也没吃过什么进口水果，喝过进口奶粉的呀。不，现在长得也挺好吗？也没切胳膊短腿的呀。您那都老黄历了，时代不一样了。哎，您甭说别的，就说我小时候，我们暑期干嘛呀？就趴地上弹弹球、拍洋画，那现在孩子行吗？这欧洲夏令营都不算什么，那叫什么 ？happy 之旅，您不让去，他还不高兴。说去这么多地方，这个之旅那个之旅的，那不得花钱吗？你有钱吗？是。哎，这事儿啊，我都想过了。好歹啊，我也活了大半辈子了，也存了点钱。哎呀，您存钱就得给自己花呀，存钱你就一个接一个的生啊，你得学会享受啊。你去旅游报个团。对，我也意识到我这把年纪了，也该享受了。我儿子还挺孝顺，天天陪着我。那多好啊！哎，那您想要二胎这事儿跟儿子商量了没有啊？还没有呢，要不然我怎么今天过来想取取经，听听你们的建议，看我怎么跟我儿子讲。嘿，这等于您这个婚也得我们帮您争，儿子我们也得帮您劝，还好不让我们帮您生。不是，关键呀，这种事儿我还真是第一次碰见，我是真没什么经验，你们给出出主意，这怎么劝呀？谁有经验呢，大舅姐？你说我就一儿子啊？你有一儿子？你有私生子啊？不是，行啊你。你小藏真深啊！什么？我公生子都没有，还私生子？我说我就给人当过儿子，我给我爸妈当过儿子，我只有当儿子的经验。对于这个二胎政策，我跟你说，我全部的了解就是早上跟老史听广播，就知道这四个字儿，具体怎么生，谁能生谁不能生，您这二婚的能不能生？问老史。生二胎啊，我是举双手反对。哎，大秀姐，您是知道的，就我现在这一胎养我都费劲，我都快养不起了，生二胎呢？嗯，我也。反正我是不建议您生啊。你不能让他劝，就他这种劝法，我跟你讲，他一出面，你儿子肯定不同意。是啊，我这心里更没底儿了，我更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了，怎么做他的工作了。您说大舅姐也没经验，老师也白燕姨呀、啊。哎，哦，他也三春不烂之舌，他能把老公都劝动，把那公公婆婆都劝动，劝您儿子没问题。关键是他自己想生啊，他现在正有这热乎气儿呢，他会说这事儿。多喊呢、啊嗯，哎，老板。白燕姨同志，美女，哎呦，听见了，
我说许大策，你编排我什么呢？我可都听见了啊，兴风作浪你就没起好作。我跟你讲，我一直在叫您美女，是不是啊？哎，给你的，医院开的，收好了回去啊，慢慢吃。啊，对对对，小主您歇着。嗯，哎，说正经的，嗯，大翠啊，哎，你带翠莲，嗯，给他拍个照片 ，OK， 然后弄清楚他的基本情况，得嘞，给他做个文案。哎呀，啊，您放心吧，不登记吗？做个备案吗？嗯，我给您拍照，我给您修图，把皱纹给您抹了，把脸给您弄小，眼睛给您放大，再加几个睫毛，差不多得了，听着不像真人。我上办公室翻翻资料，啊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现成的男的合适。哎，对，我帮您找那种比较壮实的老头啊。哎，您在这儿跟他登记。来来来来，那我呢？我呢？你上上屋子吧。得嘞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大秀姐，我真是太佩服您了，您真是思路清晰、决策果断、雷厉风行，帅才呀，帅才。咱就做登记啊！我跟你说哈，您今年是50，对吧？嗯，您叫陈翠莲。对。我跟您说呀，哟，都忙着呢。小姑奶奶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哎，你等一会儿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我跟所有人都说，你去帮我买硬盘啊。那待会儿问你的话，你就说买硬盘去了，听没？啥？什么啥啥啥呀？就买硬盘，知不知道？哟，淼淼回来了，哦，那你硬盘不是你买硬盘去这么久，你还能干点什么呀？行了行了，阿萨特，谁看过一个大掩护啊？不是老史，你真是，哎呀，打什么掩护啊？你赶紧忙你的得了，我们这采访呢。那个，哎呀，我继续问你哈，嗯，首先就是说您今年50对吧？嗯，您呢要这个征婚，嗯，但您征婚跟别人不一样，别人征婚就是随随便便过日子，您征婚啊。您是想跟这老头儿，您再生一二胎，对吧？对，生二胎，啊，大妈，您也要生二胎？对呀，不是，我看您这岁数都可以抱孙子了，生什么二胎呀？我没事没事，阿姨，我说，那个是这么回事，陈阿姨呢，老妈去世的早，然后呢，她儿子一直照顾着老妈。他觉得他儿子太辛苦，想帮儿子生个兄弟姐妹，跟您家情况完全不同。妈，你就别跟凑热闹了，你就听你的。阿姨，我觉得您这样是不对的。怎么不对了呢？您儿子不孝顺吗？挺孝顺的呀。您儿子对你哪点不好吗？挺好的呀。那您干嘛这么对他呀？我怎么对他了？您生二胎呀。这不是阿姨，您不是。您有没有考虑过您儿子的感受？你有没有站在您儿子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事情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不是，阿姨啊，我觉得您不应该生，也不能生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能什么都管，你管人家干嘛呀？不是，为什么全世界都要生二胎呀？姑娘，我明白了，你妈妈也是想生二胎吧？对呀，啊，你是不想让她生？有什么好的呀？有我还不够吗？你觉着你妈妈没有为你考虑？根本没有，他们两个工作那么忙，本来就没时间爱我，现在又要生出来一个，还要分一半的精力去爱他，那我怎么办呀？我跟你说吧，正因为你妈妈太为你考虑了，所以才决定生二胎的。不可能！您这话怎么讲？是这样，前年呢，我老伴儿啊，忽然就说不了话了，这走路也成问题了，结果到几个医院一查，最后确诊得了癌症。当时呢，儿子正在交一个女朋友，他为了照顾他爸，不得已每天都得晚上到医院去住去陪护，这白天呢还得上班，这几个月下来以后啊，人就掉了10几斤的肉。那就花点钱雇个人照顾啊。你不懂这生病人的心理，这前段时间还是个健康人，没想到忽然间就走不了路，说不了话了。你想想他是什么心情啊？他把他身旁的护工也赶跑了，没办法，我照顾了他半个月，结果我身体也吃不消了。儿子呀，懂事儿，就跟我说：“妈，干脆还是我来吧。你要是倒下了，以后我是照顾你呢，还是照顾我爸呢？”你看，您的儿子女朋友估计也吹了吧？是啊，最后也完了。
其实阿姨，我特理解您，为什么呢？我也是八零后，我也是计划生育之后的一代，我们家就三口之家，早晚有一天我爸妈也躺在床上，也得我照顾，我也发愁。可是你说理解归理解，但我也没想明白，这一切跟您非要生个二胎有什么关系啊？自打我老伴得病到去世，我也看出来了。你说，就用光用这么一个儿子管用吗？最后把他折腾成什么样了？这眼看着吧，我也老了，以后这光靠着儿子一个人照顾的我，更照顾不过来呀。所以啊，我要替他生个帮手，这就是我生二胎的目的。哎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真的就跟您说到了，这忙我真的就没法帮您。你看，虽然我也是八零后，对吧？我也特希望我妈给我生一个小弟弟小妹妹。那如果说生一个就是为了陪我童年开心高兴，将来有事能商量商量，有一份亲情，那我高兴。可是您说生这老二就是为了给我打替班，就是给我当小跟班当帮手，这个我不接受。您这观点甭说我不同意，那老二他更不同意，对人家多不公平啊。哎，你也甭听我的啊，我没什么经验，我们公司年龄第一大的第二大的大姐二姐都在这儿，听听他们的。我这一听啊，我还真有点不敢给您介绍对象。我觉得您不是要找一老伴好好过日子呀，您是找一男的给您生个孩子，然后让那孩子呢给您养老，给您大儿子打替班，是不是？可不，那男的挺可怜的，那孩子也可怜呢。感情是找一老头再给您生一帮手。嗯，您看我为什么要生老二？是我觉得这人是活着吧，特有劲，特得劲儿。你甭管是撸串去旅游，哎，去出国玩，哎，什么上山下海，哎，我就觉得活着这事儿就特有意思，我就想让我孩子也感受这么一遭，哎，有意思的，这多好啊！你说，对，反正我就怕那么想哈，就是，老人是干嘛的呢？老人是替我看孩子的，孩子是干嘛的呢？孩子是替我养老的，老公是干嘛的呢？是替我挣钱的，老婆是干嘛的呢？是替我生孩子和做家务的。嗯，那你说这老人要是不给带孩子，这孩子要是不给养老，是不是就该扔了？对，断绝关系。那老婆要是不会生孩子，那老公要是挣不来钱，是不是都该离婚？离婚啊，那必须得离婚啊。嘿，那成什么了？所以说这事儿是不对的。你拿我为例啊，你比如说我一年在外奔波也回不了家，何谈伺候孝敬我爸妈？哎，我爸妈也没有因为说这儿子没用就跟我断绝关系，不要我，照样很想我，照样很爱我。哎呀，那是感情，那不是用，他不能都想有用没用啊。所以我就说你们这些要二胎的就是自私。嘿啊，你还说别人呢，说你最自私。这个词是给你用的。你都没听懂，你这是没听懂下列的。哎，不让你爹妈要孩子，因为你不高兴。那是你的事儿吗？你要搞一对象你喜欢，你爹妈不喜欢就非让你吹，你干吗？不，还是的呀，你的事儿听你的，人家的事儿听人家的呀，怎么什么都得你爸着呀？多简单的这事儿。对，说两句。哎，我跟你说明白，我觉得你爸妈真的挺疼你的。你说他这事儿吧，他提前跟你商量，他尊重你。哎，你说他重视你，他不跟你商量，咣当就生下来，你不是也没辙吗？什么叫什么叫咣当生？我跟你说，这孩子爱父母，父母爱孩子，都得相互的。你不能可着一边欺负人。哎，那我来说啊，我淼淼，咱俩平时私自关系最好，我对你多好你是知道的，对不对？我不能害你，你爸妈绝干不出来给你生一帮手就那么自私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所以生个弟弟妹妹挺好的。你说你四个人在一起吃火锅打麻将都不三缺一，对不对？这瞎说几岁了，真是的。你问呀，整天就不好。那你就说我找个老伴还是可以的。哎，这个行，太可以了，这个靠谱，这是我们生意范围之内，对不对？对，找老伴那是好事儿，不是生孩子也不是说不能生啊，哎，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顺其自然，一感情的事儿，是吧？对，你不能说为有用才生，你不能奔着生帮手就找一老伴，哎，对不对？对 对， 对，找，咱找就找帅，对，不找史光辉那样的哈。去，苗苗表个态。我确实也该反思反思我自己这事儿。哎，行，能再琢磨琢磨就行。对对对，那孺子可教。你今天晚上我再给你辅导辅导，晚上请你吃饭啊。哎呀，赶紧回味吧！你说这一天闹的啊。维生素啊也没送出去，赶紧帮他收起来。大小姐，我也想了想，我是不是也太自私了？
我就为了省钱就不让我老婆生。你这么说我也自私，我就是为了省事儿啊，我也不让我老婆生。嗯啊，当然我没老婆啊。夏小姐，不行，我不能多待了，我得回去该跟我老婆再聊聊啊。我先回去了 啊。夏小姐，我也不能多待了，我得回去，我得跟我老丈人聊聊。哎，我老丈人在哪儿呢？你这怎么还不给我生老婆呀？先走了啊，一块走吧，走走走走。嘿嘿，上着半截班都跑，你们什么变着法的就想休假是不是？拜拜，回见，回见，明儿见，张小姐。